真正的友谊。杰苏大人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也好，但是别再让我失望了。我明白，杰苏大人。我实在说不出来啊！我爱你啊！据我分析，由于紫耳的力量增强了，你们两个无法分开。啊！那这样的话，你们就算撒谎说我爱你也没用啊！哎，没办法，麦克斯和露西先去探查紫耳现在的位置，福特和塞米，你们两个还是尽量快点和好吧。快点和好！哼。这个应该做不到，太臭了。什么？哇，人家不想洗澡啊，我懒得洗吧。吵死了。总算舒服了。我也要吹干的嘛。我还没吹干呢。要吹这么长时间吗？都没到一分钟好吗？你想让我发火吗？我的肚子又拉了。什么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你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洗完澡啊。这个姿势会弄我身上的。别啦。我真的讨厌死你了。福特和塞米不会有事吧？不会，别看现在闹得厉害，但好歹他们也当了那么久的朋友了。奇怪了，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是啊，不太对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们？快来人啊！我快不行了！不好，快去救人！露西，救命啊！啊，竟然是玩偶！啊，这个是……躲开！你们太慢了。原来是你的圈套。我就在这儿把你们两个解决掉。看来我还是不能和你和好。好啊，反正跟你绑在一起生活我也觉得烦透了。福特，塞米，我和麦克斯被刺耳骗了，快来救我们！磁铁力量！麦克斯！你们立刻给我住手！点！陀螺旋转攻击！出发，来吧，上！你们这些混蛋，磁铁力量！
哇，太厉害了！你们两个人的合作很好嘛。是吗？我也有点意外。因为你们两个彼此信任，毕竟是一起战胜无数困难的珍贵朋友啊。我们彼此信任，是珍贵的朋友。三米，福特，你怎么可能？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分开呢？哼，你的力量没有用武之地了，现在该我们教训你了。哎，跳！这，呀！啊！跳！摇！跳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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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！啊！啊！啊 ！X 能量弹，电蝙蝠。苏大人，请赐予我更强大的力量。可以。招架之力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把这个家伙打得晕头转向。没问题。来吧，出击！
塞米，我们来给他最后一击吧。收到。等离子射线发射。城里的居民都恢复正常了，辛苦了，迷你特工队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有危险就交给我们吧。